韩剧和韩国食品广受人们喜爱，韩国优秀的医疗服务水平更是获得一致的好评。特别是到韩国做健康检查和整形手术，已经是最受外国患者青睐的项目。来了解一下韩国医疗服务受欢迎的秘诀。近年来，韩式整形的魅力得到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赴韩整容成了很多爱美人士的热门话题。韩国元辰整形外科医院成立于1999年，是韩国最大的综合整形外科医院，共有34名专业整形医师。这家医院不仅被指定为可接待外国患者的医疗机构，还曾获得韩国最权威的医疗组织颁发的2011年全球最优秀医疗服务大奖。성형이물론단발성으로끝날수있는수술이지만다시찾고싶은성형외과다시오고싶은성형외과를저희가만들어나가고있고元辰整形外科医院不仅拥有最先进的医疗设备，经验丰富的专家级医疗团队，而且医院强调符合患者个性的自然美，在塑造美丽的同时更注重健康美，这是元辰整形外科一贯坚守的经营哲学。뷰티의바닥서부터바텀에서탑까지를다저희가어울리고있기때문에많은고객님들이재차방문하시고해외에서도오는거라고생각을합니다目前韩国正在为跻身世界医疗强国之列而努力，其他国家也逐步开始承认韩国发达的医疗服务水平。今后韩国医疗界能否为世界人民的健康与美容尽职尽责，让我们拭目以待。新唐人记者朴佑英，韩国首尔报道。